我是 Peggy， 我今天要来和你们分享一个开箱的影片，那就是这袋 Hermes 的一个袋子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来看里面装了什么东西。这是我第一个在 Hermes 买的一个产品，然后是我一直非常都想要的一个商品。然后我已经摆在那里超久了，然后很懒得拍开箱影片，但是又很期待想要和你们分享，所以我就拖了一个礼拜。好，那我要来把它打开咯，先给你们猜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猜得到。好，天哪，好，它有两个，里面有两个防尘袋。其实它包装还蛮简单的，就一个盒子，然后防尘袋就这样。啊，你们应该猜得到吧？它的防尘袋好好看哦，看，有它的马车的标志，还有一个 H。哦，我的第一个爱马仕商品，好紧张。好，噔噔噔噔，没错，就是这个 Orange Sandals， 是不是超级好看？我的妈呀，就是夏天必备拖鞋。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在，我就是在维也纳买的。我去爱马仕问过两次，就是第一天去问的时候，他说没有我的尺寸。结果呢，第二天我就想说再碰碰运气好了，精品这种东西真的是靠运气，你有时候进店就是碰运气对了，商品就在那边等着你买。然后呢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我想再去一次，我男朋友说不用去了，没有你尺寸。然后我就说我不管，我就是还要再去问一次。然后呢，我就是问柜姐，就有没有这双的38号，然后她就说，哦，他们有38.5号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要试穿，结果她就拿了这双，那就是那时候试穿之后就还蛮可以的，就是我是可以穿的，就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脚的，因为有时候我是38号，但是有时候会穿到39，反正我是一个大脚怪，天哪，它真的超级美的，看。然后这边它是意大利制的，超级好看的，我的妈呀！给你们近看一下它的细节，是一双超美的拖鞋。然后它这个拖鞋的定价是485欧，超级漂亮。虽然已经流行很久了，然后就是夏天布洛克啊的必备穿搭凉鞋，那我现在来试穿给你们看。那这个就是穿起来的样子，我是基本上平常穿38号，但是有时候会穿到39号，然后我这双是买38.5号，反正我就是一个大脚怪。然后它的鞋面是有点窄的，你看我的脚超级宽，所以基本上会整个遮住。对，然后重点就是它这个 H， 很漂亮，很经典的一双拖鞋。我买这次是最经典的颜色，那它还有白色、黑色，还有其他很多颜色，就是但是白黑还有这色，我觉得是最经典的，就是搭配上比较不会出错。所以想要购买的人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按个赞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我说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或者是你对我这次的 Hermes 这双鞋有什么看法，也可以在下面和我说。对，我还蛮喜欢和你们讨论的，就是有那种找到同好的感觉。那我也很常在我的 IG 账号分享一些穿搭照 Peggy Loves，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那里 follow 我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